推出个人首张迷你专辑，进军韩国歌坛的鬼鬼吴映洁以 solo 歌手之姿站上各大音乐节目宣传打歌。除了舞台上的表演令粉丝期待之外，鬼鬼在后台更是拼命找人合照，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昔日的假想夫妻终于同框。有鬼鬼和 2PM 的玉泽演在实境节目《我们结婚了》世界版组成的鬼泽 couple， 可爱搞笑又自然的互动成功为节目奠下基础，鬼鬼也因此在韩国崭露头角，受到关注。自2013年7月播出最终回，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假想夫妻生活之后，相隔三年同样上节目宣传的两人在音乐节目 M Countdown 的后台相见欢，鬼鬼一把抱住玉泽演的腰，男方也亲切地搂着鬼鬼的肩膀，周围散发着粉红泡泡，而且鬼鬼还和小叔们 2PM 的所有成员开心合照，比着小爱心手势，气氛相当融洽。粉丝激动直呼，能在玉泽演当兵前见上一面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再见面竟是三年后，还以为不会合照。永远忘不了玉泽演苦笑地完成鬼鬼的无厘头要求，迫不及待要重新回味鬼泽 couple 的所有桥段。